Hello，Hello，而家咧系讲呢个 Hello，而家系直播紧，咁啊，今日嘅如是我闻咧，应系阿哲就同一个讲鬼怪，因为咧，琴日咧只系边。咁好多人咧去慶祝，咁啊小弟行過中環咧都封咗路，因為咧嗰度好多相當人多，你見到好多人咧都扮相，咁啊有中有細，咁啊中嘅咧不其然令我諗起咧殭屍呢樣嘢，咁啊喺好多年前咧，我曾經咧出過一本書，講咧殭屍越吸越鬼嘅。咁啊，今日咧亦不妨咧再同大家講講殭屍嘅資料。咁啊，趁一趁興，助一助興，啊，攞下景，振下興咁樣。咁啊，講到殭屍咧，我諗大家都有好有興趣。點解咧？因為咧喺而家嘅電影裏面咧，上電視裏面咧，都經常見到呢一種咁樣嘅怪物。嗱喺好耐以前50年代咧，已經有一套電影叫做《萬里行屍》，咁嗰陣時咧，大碧姐做嘅，好似陳錦棠有份。咁喺裏面咧，黑白片，佢講咧一種殭屍叫湘西行屍，係護送咧呢、這個湘呢、這個殭屍咧呢、這個行屍咧翻去佢嘅原基地嗰度咧下葬。咁啊，最近咧近嗰80年代咧，阿林俊英大師咧呢位武術指導咧，又係我當年咧喺嘉禾公司服務嘅時候嘅同事。佢加入咗亞洲電視台之後咧，亦對唔住。咁啊，講到殭屍咧，亦係一個咧非常有趣。當時林正英咧拍咗好多殭屍道長，呢、這個毛道長咧成名咧就因為咧佢哋拍嘅殭屍嘅劇電視劇集非常之有趣味，而且係高水準。之前咧，我喺嘉禾公司做嘅時候咧，亦同咧洪金寶啊、三毛咧度過第一套嘅殭屍片，叫《鬼打鬼》。咁當時咧拍咗之後咧，呢套片咧並不是一個好高成本嘅電影，但咧，在賣座方面相當厲害，很多人喜歡看，而且呢受日本人的歡迎，日本人呢就很喜歡看這種中國的殭屍，尤其穿官服那些中國殭屍跳一跳一下，兩隻手一跳一跳一下，伸直的殭屍，那呢因此呢就繼續爬下去，很多人都跟風，咁啊，成為咗咧香港80年代一個主要嘅動作片嘅源頭，同埋咧好多人都拍呢種咧叫做類型電影。好啦，咁啊，今日首先講講咧湘西趕屍先。咁啊，著名嘅苗族作家，呢、這個苗族作家嚟噶，沈從文生咧有一篇文章講過。佢話經過神州，咁今日咧叫做遠寧，三點水元，做個元朝嘅元。咁啊呢個地方咧就出神沙，神沙係一種咧我哋中藥鋪可以買到嘅礦物質，係當藥用嘅可以。咁
而且咧呢種神山咧，亦有個講苦話嘅講法。唉，唔好俾咁多神沙啦咁，咁神山就好似碎銀咁樣。嗱，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咁啊，嗰度咧就有人趕屍。如果眼福好咧，就有機會看睇到咧呢一排排嘅死屍咧，就喺公路上行走咁講。咁汽車走近嘅時候咧，呢啲所謂行屍咧就會企埋路旁。哇，好似完全咧係生人一樣喎。咁咧呢個湘西嘅老鄉咧，鄉下人咧都話咧，佢哋只不過聽到啫，實際上咧就未見過。咁湘西行屍自古以來咧，只有發生過一次嘅。咁就話只係得一次，咁點解呢個地方會有喺民間傳說裏面有講行屍呢樣嘢？相傳幾千年前咧，苗族嘅祖先咧就廟宇叫做公公阿婆，咁先由係苗族最早嘅巫師嚟嘅，我哋話。皇帝打蚩尤个蚩尤啊，咁赶尸呢个民间嘅风俗咧，就起源于嗰阵时啦。咁话咧，苗族嘅领袖咧，佢嘅巫师咧，蚩尤咧，就同汉族嘅领袖咧，皇帝咧就。决战打得好厉害，尸横遍野，咁啊打到咧血流成河，相当之惨烈。打完仗咧就士兵咧就运走嗰啲伤兵，但系咧我死咗嘅兵士咧嘅尸体咧。就唔能夠唔管理㗎喎，又唔能夠唔去照顧㗎喎。於是乎呢就話可唔可以要求蚩尤你設辦法用巫術運返啲屍體返去佢嘅鄉下安葬呢。咁呢個普普呢即係所謂呢、這個軍隊嚟嘅巫師就好，我就先用一啲巫術或者符咒，令到咧啲屍體能夠有活動，因為死人就冇活動咁啊。然後咧就運佢翻去鄉下咧，佢嘅鄉下啲戰死嘅士兵嘅鄉下嚟安葬。咁啊，據說咧，這個咁樣樣嘅民間傳說咧，就成為咗咧行屍，湘西行屍嘅或者苗族裏面嘅行屍嘅起源。咁啊，當時咧佢哋嘅巫師咧就。念咒嘅，念咒之后咧，就将死咗嘅兄弟咧，重新佢嘅灵魂咧换翻出嚟，叫翻出嚟。咁啊，里头咧嘱咐啦，佢哋咧就话：你哋虽然英雄战死，但咧你屋企嘅妻儿咧都好想见到你哋嘅尸体。嗱。而家咧，雖然咧你個靈魂係好恍惚，但咧我施法咧就令到佢能夠喐動。但你聽話喎，聽話之後咧，我就同你帶你翻去鄉下啦。急急如律令，一聲之後咧，起
果然呢嗰啲死咗嘅甩头甩髻嘅尸体呢都能够呢回复返活动嘅能力。咁就一齐呢起返身，就跟住普普，即係呢个巫师嘅领袖呢就返去行啦，行返去乡下啦。即係当时又冇战车呀，亦冇所谓呢好多叫做运输工具呀，只能够行嘅，靠双脚嚟行嘅。咁呢个蚩尤呢为咗保护佢哋嘅兄弟安全咁样返到去佢哋嘅乡下，于是乎呢就喺呢啲地方呢制起一啲呢五里大墓。相传话呢嗰陣时嘅地方，咁啲独墓呢或者嗰啲所谓五里嘅大墓，伸手不见五指嘅大墓呢，就係、是、当时呢嘅作法所引出嚟。咁所以呢有啲一说就话呢苗族嘅军师呢或者佢哋嘅巫师呢就係、是、用呢种方法呢运送嗰啲牺牲咗嘅死难嘅兄弟呢返乡下。咁另外一个讲法呢，这个呢一个有先历史讲法啦。另外一个讲法呢就话呢湘西的地方呢是相当贫瘠的。好多人呢就因为要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呢都走出去外面搵食。但是外面搵食呢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随时客死异乡。在他们那个乡下之外的地方呢，可能相当遥远的地方呢就拜拜了。咁但係中人呢有一个生活習慣，就认为呢落地要归根，就死咗呢都不能够葬喺外边。都要呢运送返去乡下，喺个乡下度呢嘅坟墓落葬，咁佢灵魂呢只能够得到安息。呢、这个讲法呢引致到好多人呢係运佢嘅尸体返乡下下葬。但大家知呢呢、这个十万大山嘅湘西相当遥远，喺当时高铁啦乜都冇，而且好容易呢就係、是、喺路途之中呢险阻重重，跌咗山崖，跌咗山，咁啊尸骨全无，乜如何去办理呢个落叶归根呢？故且有一个说法，就请一啲呢道士，佢哋能够呢识运用一啲咒语，将尸体暂时复活。但佢哋贴咗呢个黄符喺个额头之后呢，佢哋呢额头呢度暂时听话，暂时呢话行走。咁呢个咁样样呢嘅行走呢就唔敢喺日间做㗎喎。因为呢喺日间呢好容易遇到好多阳气或者意外。所以追找几一样嘢呢见到所谓恶犬。因为恶狗呢就唔知你嗰啲係生人定死人。总之你经过佢度田基或者屋
房咧，佢就吠你，一支吠你，有啲咧甚至乎咧跑出嚟咬你，一咬咧嗰度符咧嘅法力就会消失，佢就个成个尸体咧就会跌咗落嚟，跌咗之后咧就个法师都冇办法。叫翻起翻身嘅，将嗰条尸起翻身嘅，咁呢个咧系相当咧棘手嘅问题。咁所以咧嗰阵时运所谓运送呢啲咁样嘅尸体咧僵尸翻嚟咧，系必定夜晚黑，而且咧预先有警告嘅。警告咧就系由一个法师，即系个导线啦。领头，咁佢咧就会打转锣，哐哐哐哐，发出啲警告，即系话咧，呢一对或呢一只行尸大狗啊，同埋咧就尽量避免咁好出嚟睇啦，又冇咁好奇。咁所有嘅行尸咧，佢接翻嚟要送去乡下安葬咧，都揾一条绳咧穿住，令到佢咧唔好走失。嗱，咁而家呢度咧就不妨咧又讲讲咧另外一啲知识，呢啲系民间嘅知识，又系民族学嚟嘅。为解呢啲行尸佢哋嘅动作系跳咧，伸直嘅手跳咧咁，咁呢个咧系好朴素嘅逻辑，喺当时嘅啲人观察到人死咗之后咧，就别无其他动作噶啦。咁佢啲僵硬咗嘅膝头哥或者手咧，系唔能够伸屈，好似我哋咁样。即系话咧，佢行路啊，唔能够睇脚步嘅，一步一步向前。咁佢点样喐动咧？要佢喐动咧，就佢只能够咧，跳跃，一步一步跳跃，只手咧不能够摆动，只能够伸直。向前，呢个僵化咗嘅骨头咧，造成嘅情况嘅。还有，点解会系穿着清朝嘅官服咧？咁嗱，喺好多电影里边咧，名僵尸咧最早嘅服装未必一定系清朝嘅官服嚟噶喎。喺新马仔邓紀陈咧，两傻游地狱嗰个戏里边咧，佢哋见到嘅僵尸咧，就戴薄帽长衫嘅。嗱，呢种薄帽长衫咧，系当年啊，一路至到五十年代啊，喺六十年代咧，喺呢个殡仪业里边咧，都系穿中国人都穿翻佢哋嘅。礼服呢礼服咧系薄帽，好少穿西装嘅。而家咧就差唔多咧，冇呢种寿衣买啦，冇薄帽长衫就穿西装打呔，甚至乎咧穿校服都有。咁喺清朝嘅时候，因为当年咧有所谓卖官。呢種咁嘅醜陋嘅事情，因為有賣官嗰陣時咧，所以咧經常咧有一個有個諗法，佢哋咧啲人死咗之後咧，啲子孫有錢嘅話，就會同個父親或者祖父咧就買一個官翻嚟。嗱，呢啲官唔係一定考翻嚟，唔係科舉考翻嚟嘅。是一种呢
買同朝廷買翻嚟嘅官，咁啊朝廷當然係卻稅啦。買官咧就準你，因為你係呢個身份，準你咧穿着咗官服嚟落葬。咁如果你係拜到去最高，就三品官咧，可以咧牽連到你嘅太太都成為咧高明夫人。佢咧亦有官服，有夫人嘅官服，咁變咗咧兩位咧都成為官同埋官太太，不止仲可以畫上去喺你嘅畫上高，畫喺你個屋企添。咁呢啲係當時嘅一種表示孝順嘅，好關懷自己嘅父親或者祖父嘅一種行為。咁當然有啲人咧，好早期咧已經買咗噶啦。咁啊喺佢咧出品嘅時候咧，就穿上咗買翻嚟個官服嘅品級。咁又冇寫明話買定考嘅。咁但咧就光宗耀祖咯，接任為用嗰時候，大家咧知道呢位袁凱啊，或者呢位大爺咧，就係一個官嚟嘅，亦唔計大小噶咯。總之官咧就非常巴閉。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嗰陣時嘅人咧，見到咧喺官瞓喺棺材上高嘅人咧，都係穿著清朝嘅官服。因而呢就覺得張氏都應該係穿著清朝官服嘅人，死嘅人都係穿著清朝官服。咁所以呢張氏呢或者行氏呢要表達佢身份呢就用咗呢個咁樣嘅象徵。而薄帽長衫呢嘅壽衣呢反而係正常，反而呢好多人呢就唔覺得佢係嗰陣時古老嘅死咗嘅人會穿嘅壽衣，或者係佢哋嘅死人嘅制服。好啦，言歸正傳，講返呢呢、這個將湘西，因為佢咁嘅地方呢引致到佢嘅多咗啲山路運輸困難，咁亦係成為咗一種咧傳說嘅基礎。喺遠寧、盧溪、神溪、聚浦呢四個縣咧，係特別多呢啲人喺外邊工作，亦特別多咧佢哋死後咧拍翻翻嚟，有人領佢翻嚟咧。下葬呢、這個呢就變咗呢係一種呢傳說呢四個縣嘅傳說嘅起源。咁所謂嘅道長呢可能佢真係入道嘅傳說中，亦可能真係呢識得法術，能夠貼咗啲王子同埋呢口中念咒，帶領到呢嗰啲死嘅人呢沿山路返到佢屋家鄉。但係有一樣嘢